当你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被关在箱子里，你会怎么办？一阵声嘶力竭的呼救无果后，女主更加绝望。万幸的是，身边竟有一部手机，女主连忙拨通了紧急呼叫：“喂喂喂，我被关在了一个箱子里。”“什么样的箱子？”“是一个金属棺材般的箱子，快来救救我，求求你了。”“你想到箱子可能会在的地方了吗？”“我在公司晕倒后醒来就在这里了。”“哦对了，请对这部手机进行定位。”但由于自己是紧急呼叫，又不是自己的手机，无法提供手机号码，就无法定位。警察提示他稍后把电话挂断，记下 SIM 卡上的编码再打过来，同时提醒他一定要保持手机的电量，为营救争取时间。挂掉电话，用胸卡上的别针顶出SIM 卡，记下编码后第一时间回拨了过去。場所を特定次第改めて連絡しますから、お待ちください。あとどのくらいかかりますか？10分ぐらいだと。挂掉电话，箱子竟然开始动了。誰か開けて！誰か！箱が動いてます。警察告诉他，通过手机信号已经确认了大致位置，我们正在方圆50米范围内寻找，并让他尝试能不能听到一些标志性的声音。女主勉强镇静下来，但除了自己的心跳什么都听不到。警察安慰他，搜救需要时间，如果这期间你的手机没有电了，线索也就断了，明白了吗？不知过了多久，女主被一阵管风琴声惊醒。手机定位显示附近有一间教堂，我们现在就派警察去找你，到时候尽量发出声音好吗？时间一分一秒流逝，女主在脑海中幻想着，现在肯定在开门了，他们进来了，他们在呼叫我呢。可一个小时过去了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オルガンの音というのは確かでしたか？え？警官が教会に行ったのですが、そこにはパイプオルガンが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。不可能啊，我明明听到了管风琴，警察为他播放了刚才的通话录音，可奇怪的是，原本刺耳的管风琴声音在录音中却一点也听不到。由于缺少线索，警察表示也无能为力。捜索打ち切るってことですか？但是如果有人能提出搜救申请的话，警察就有权利逐户进行强制搜查，但这个申请不能由本人提出。通话结束了，可天无绝人之路，密码竟然被试出来了。她连忙拨通男友的电话，让男友赶快去找警察。可自己能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，对方却怎么也听不见自己的呼喊。眼看电量已经见底，她绝望地拨通了最后一个电话。大ちゃん、私ここで死んじゃうのかも。最後に大ちゃんの声聞きたかったな。她却再也没有听到对面的声音。无尽的绝望已经将他吞噬，而正在此时，奇迹出现了。同志们提醒他，你忘了吗？这是你提出要做的研究，看大脑物质在封闭状态下会有什么变化。一个冷战下，女主从惊悚中醒来，原来自己从未离开，刚才的一切只是一场梦。画面一转，现实中的女主因一场意外正躺在医院，感到箱子在移动是因为自己正在被推往手术室，听到管风琴的声音是因为自己正在做核磁共振，听到男友的声音是因为男友真的在呼唤自己，而看到刺眼的光芒是因为医生正在用强光测试她的瞳孔。意識が戻るか戻らないかは分かりません。今植物状態のような状況です。何か感じたりしてるんでしょうか？残念ながらそれも分かりません。意思を伝える手段がありません。